真的会让阿彩你结婚吗？茶叶对着东北方，东北方代表亲友关系，然后看形状，心，哎呦，心形啊，心形，心形，想成爱情，哇、哦！所以他们两个真的可能结婚了？哎，他们两个怎么可能会有爱情呢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阿彩姨喜欢黄伯父。糟糕，怎么办呢？我妈怎么办呢？哎呦！妈，吃饱没事干啊，把茶叶弄这样不无聊啊？你什么我无聊，我看你还太闲了嘞。我问你，你那哈哈哈矿泉水的广告你想怎么样？哈哈哈，那是我们创意部门的事，不用你盯。我就偏要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才争取来的 case 啊！我还去应征了当工人啊，做了五天的临时工。知道了，就只有你才会用这么笨的方法，还真的去当工人啊！告诉你，这个叫做见微知著。我们做人啊，从小地方看啊，就会。人家说啊，人呢，步入中年之后越老越啰嗦，还真的耶。你现在是怎样？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干嘛这样啊？你放心，今天一早呢，创意部门已经开过会了，会把那次广告给搞定的。我都说要搞定这个广告，你干嘛这样啊？拍的是哈哈 哈，就不能笑一下是不是？哎，不是的，笑不出来了。你干嘛？又有人欺负你啊？跟我说，我帮你。没有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用这个哈利波特茶叶占卜法呀，问说啊，你爸跟阿彩是不是真的会结婚？哎，结果答案出来是什么的？他们有爱情，他们两个怎么可能会有爱情呢？啊，我跟你讲，这象征的怎么了？象征的说啊，阿彩姨啊，真的有可能会答应。啊，我妈一定会难过死。也对哦，石妈妈现在又正式步入更年期，她真的一定很难过。所以你也觉得我妈很难过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办法啊，我姑奶奶就说的是唯一的办法嘛，我也不希望我爸有生命的危险啊。听你的口气是怎样啊？你也赞成你爸跟阿彩结婚了？我。黄婉婷啊，我妈可是对你很好，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啊？而且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坚决反对这件事情。难道为了你姑奶奶一句话啊，我妈就要自认倒霉离开她所爱的人啊？哦，你现在意思是说为了你妈牺牲我爸是不是？哎，我说不可能只有一种解决的方法嘛，你找到其他的嘛，那是扯欢的哦。那万一在49天之后没有找到你所谓的前一段的方法呢？那怎么办？哪有人没有事就说没有的？我懒得理你，我也不想理你。哎，黄婉婷，你不要忘记你还是我的司机，你不要借故跟我吵架啊，就想要绕跑。跟你讲，晚上下班时间准时在门口等我。想回家是吗？自己想办法，老娘今天请假。